上脸是痛的，反正热身了，我就给你好好的热身了哈。一个人飞，他看你已经帮他热身过了，然后热身之后就是训练，对，热身了嘛，就是在热训练。没有，我挺好奇的，你应该是校队里出来的。对，我们两个都出来。你们是做什么样的训练呢？你会很好奇吗？每天训练，很超的训练。就是一直打通的投入，是不是？没有、我自己很好奇，你们到底怎么编出那么强大的力量呢？强大力量来自于妹子啊，每天晚上训练，我都是棒子，在训练的时候是对面都是棒子。啊，对手也是棒子，我打很多东西，太多了，想不完。防守，二攻一防守，三攻一防守，多球，左右交叉都有。所以那增加那个力道，你们是有没有特别做什么，还是都没有？因为我都混杂一些重量训练。一整套的造成了这一位选手。选手都在座椅，我家训练东西。对啊，他们才是选手。对啦，这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我们已经够了。我也是流汗的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往他那边打就好了。我等一下发完球再躲到那边下面。之前该你了。耶、yeah. 我顶多能防。我真的没有攻击力的，你只能打左边，不能打右边。再打高一点。中。我把你架着，他给你打。他要杀球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羽球拍先架好。不要不要，我要躲在你后面。我不要做羽球拍。不会感觉太枯燥。别别别！
那个洞还是别下。不要找王嘉欣的，那个我不要。很丑，我记得他很丑。王嘉欣的，没有，没有吗？他是上那种娱乐团体班的。你大概就是两个小时来打一次这样子练习，那里面大概八九个人在那边上课。没有，要看缴多少钱。哇哇，这八九个人能不能缴到一百块？没有，八九个人一百块，一两百块。我记得是三四吧，八九个人三四吧。我不知道是他为了 cover 场地费还是。没有，我一般都出来教啊，大概800一小时，万里。他可能是1000或1500或2000啊，对，我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况。我有见到好像什么夹子还是什么，夹子会更加多，更多一点。嗯，有可能是夹子。那你是打夹子吗？没有，没有打到。差点点哦。加没有啊，太多了。